贴酸痛贴布竟会让人洗肾。台湾人有很多人洗肾就是因为常常乱吃止痛药，那你酸痛贴布里面本来就是止痛药的成分，你贴久了当然会造成肾脏的负担。其实不管是妈妈手或者是手会麻这种晚睡到，很多时候真的是抱小孩的方式不对，像坐在厕所我只要超过10分钟我下半身